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欢迎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价值型投资。这个月很多投资朋友在担心，下个月美国总统的大选对股市是不是会造成负面的一个冲击？这反映一般投资朋友担惊死、绑惊飞的一个心态啊！我只能跟你说，该来的行情它总是要来。四年之前，2005年11月8日，总统大选选举完之后，你认为美国股市是不是大跌？当时川普当选啊，很多人吓得要死啊。一般预期是希拉里应该要当选美国的总统嘛，结果呢，川普出现这一匹黑马当选之后，美国股市怎么走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大涨还是大跌？我们看一下道琼，道琼不行。那我们看一下美国科技股，美国科技股今年度已经来到12000嘛。你看一下四年前，当时候总统大选之后，美国科技股是如何涨的？来看一下2005年11月8日，当时候美国科技股5100呀、啊！川普当选之后，是不是扶摇直上？从5100涨到今年度的12000，涨幅叫做超过一倍。所以你还需要杞人忧天吗？台股也是一样啊，该来行情它总是会来嘛。整个盘势的架构目前就是高姿态整理，高姿态整理一个架构，整理完之后就会往上。第四季铁定有作战行情，你放心好了。所以上个礼拜五台股回档四天，来到12750嘛。我说盘势的一个架构，这边涨了848点，回档凌晨382会来到12673这个位置。所以呢，当时候的一个指数呢，离12673只差77点嘛，那越接近12673，越不要怕，越要站在买方。这我上礼拜五盘势回档四天所给你一个操作建议。接下来礼拜就大涨157点，昨天礼拜二小跌45点而已啊，强势整理格局不变啊。那今天呢，台股盘中还大涨79点呢，所以整理完就会往上走高的行情，你的机会很多。有时候这个盘，虽然指数表现不怎么精彩啊，因为你看到好像没有过13021跟13031前两波的高点嘛，看起来没有过，但是震荡整理过程当中，很多的强势股它会领先大盘表态，领先大盘创新高。所以今天台股盘中震荡的过程，有什么样强势机会股可以介入，可以布局？这样泰博，它是疫情的一个概念股票，防疫的概念股票。它本来是做血糖仪，那后来又做了耳温枪，那现在最新的叫做新冠病毒的快筛试剂，目前已经获得我们的卫福部 GMP 的一个制造许可了。也就是说，这个快筛试剂已经可以开始制造，制造完之后当然要卖出去啊。那现在的一个泰博的一个架构还没有，因为新冠病毒快筛试剂的一个影响之下，业绩就那么棒了、啊。目前还在制造阶段，还没开始卖，所以现在都靠的是耳温枪跟所谓血糖仪，让它的一个业绩来看一下，前半年就赚超过股本超过10块钱 EPS， 九月营收呢，最新的一个数字呢，年涨率超过一倍，它是不是极有股望能力？前半年 EPS 超过10块钱。九月份的营收哦，比去年度要大度成长一倍。如果再加上新冠病毒快筛试剂的一个业绩，你认为会不会更好？现在所看到的外国的一个新冠的一个疫情，目前还没有停止。不管是疫苗，试剂的需求一定存在哦，所以我认为这档股票，我趁它已经跌那么深了，今天好不容易看到它形态突破出量了，买呀、啊！你有没有买？震荡整理过程当中，你可以说会出现标股。标股在哪里？标股在我的口袋名单啊！金老师选的股票，我的口袋名单的股票一定都是未来基本面
大幅度成长绩优股，我才会把它纳入我的口袋名单的一个首选嘛。一旦技术层面出现买点，第一个时间点带会员卡位。所以今天一个泰博来对时对价一下，10:10呢、啊，泰博嘛，防疫的概念股票，前半年就赚超过一股本，九月收呢年成长102%，那200亿附近试价买，经过一分钟10:11把股价印下来就在210啊，不管是210或是试价，保证一定成交，因为发完 call 讯之后，这边都在210附近，很好买啊。很好买啊，大概有20分钟啦，在210嘛，亮灯，亮灯，盘不好做，盘不好做吗？震荡一下，拉下来又往上拉高，不好做吗？不好做是因为你被指数这个所谓的一个概念掩蔽了2000多档个股，那个会往上突破的强势股那个买点了、啊，对不对？指数。我就告诉过你嘛，震荡整理完之后就会往上走高啊，该来行情就是会来嘛，你还在担心美国总统大选哦？不管谁胜选，你看一下美国股市目前的趋势是往上还是往下，安尼都有搞啊。哦，所以今天10:10呢、啊，你认为重不重要？我会跟你吹嘘说我买在最低点吗？今天最低点是197啊。我如果要糊弄观众，欺骗我的会员，我就告诉你，我在199附近买，或者这边画个圈圈，写个字买，现赚一根涨停板。但这款代志我做不出来，因为会员也在看我节目，也在跟我对时对价，是不是？今天一个泰博，我就买在210啊，这一定成交，保证一定买得到。买在210之后，尾盘亮灯218.5，这样有没有？大概半根，有没有现赚半根？台股还没冲出去呀、啊，每天都有机会啊。而且这一档泰博，我是把今天的新兴卖掉之后，资金去转买泰博，同一个等级会的股票。我不常常告诉你吗？我给你的投资组合大概三档，不管你参加我任何等级的，大概三档左右，普惠、特惠、尊荣都一样。新兴卖掉换泰博，同一个等级的都是特别会员的股票，全国的特别会员来跟庆老师对对价。我们今天是把新兴卖掉，然后资金去转买泰博。嗯，全国特别会员帮庆老师做见证啊。所以整一个操盘节奏性，什么是一档赚完再换一档，你有没有办法办得到？持股要懂得集中化，而且要懂得轮动轮涨的一个节奏，你才有办法说，哎、欸，卖掉新兴，马上去买泰博啊！今天也新兴创下波段新高啊，盘中有卖压卖啊，低档什么时候买的？回顾一下，10月5号来到一个整理末端，筹码很稳的一个新兴嘛，买在76.7，有没有一路往上走高，来到78.2，大涨8.1%之后，4天就16%了，量滚量12万。多张的一个新天量嘛，一定还有高点，所以我在10月12号告诉你，星星有低点还可以上车。讲完之后，隔天有没有低点？隔天来到83.1的低点，这是一个漂亮洗盘的介入点。事前的分析，你要做好预备的动作嘛，知道不？14号说还会再涨，当天台股跌27点呢、啊。15号台股跌91点呢、欸，它创下波段高哎、欸，当然还会再涨啊。礼拜一大涨4.8%，昨天礼拜二又大涨了快3%，今天新兴创高有卖压，9:35。全国的特别会员跟新老师对对价，我是不是告诉你87.2卖？经过一分钟股价印下来是87.4，你去对对价，会员大概成交在87.3跟87.2啊，这是我今天的动作。早盘来不及卖啊，但是87.4的位置我就是给他卖下去，卖完之后呢？最低85.4啊，差了快2块钱啊，所以你所看到的是一档股票，庆老师如何从低档去带会买，如何高档去带会卖，整个完整流程全部的公开在你面前，让你来检视庆老师如何呈现会员的真实绩效，对不？从低档去带进嘛，
今天创新高有卖压带出嘛，这样子21%、啊，所以今天一个星星卖在一个相对高点啊，对，卖在87.4啊，最低85.4啊，没有错吧？9:35卖星星，然后呢，经过几分钟？经过。经过几分钟，10:10嘛，同一个等级会员的股票啊，特别会员的嘛，9:30星星卖掉，然后来到10:10啊，泰博啊，210附近买啊，把星星赚了21%的金转买泰博，买在210，买完之后亮灯，18.5，资金该怎么运用？谢老师死抱活抱吗？你已经看到我怎么低档去高档卖，高档如何卖掉之后转进另外一档，今天买完之后亮灯，这样的一个操盘节奏，你不要想说很简单，叫你们老师来试试看，干我发抖。而且庆老师把整个完整的一个操作过程，星星的买点跟卖点，全程的公开在你面前。卖完的一个星星，今天又把泰博重新介入一档新的标的，买点呈现给你看。所以难盘见高手。震荡整理盘，很多老师会不知所措，不要说你们，很多老师搞不好是观望，是不是？但是踩对节奏，方向看对了，今天盘市虽然震荡整理，庆老师的操作绩效，你应不应该按个赞？不管你参加我任何等级会员啦，给你股票大概3档左右啦，会用做股票3G有够你赚啦。我讲过，我一定出掉旧的才会进新的。我也落实我这样给予会员的承诺。今天的瓶盖股，看空亮灯呢，亮灯呢？为什么会亮灯？为什么会亮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双底吗？双底形态要突破嘛？今天又出量哎，今天你有买的。一定很舒服啊，因为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啊，这次的 iPhone 12会比预期卖得很好。很多人认为疫情的影响啊 ，iPhone 一定卖得不好，卖得不好是你的一个观点，浅线的一个观点，对你长线的一个操作一定是负面的嘛。你自己看一下实际上的一个数字，10月15号，在台湾的 iPhone 12预购，这两个字够清楚了吧？非常的热，那在大陆呢？昨天不是给你看这一则消息吗 ？iPhone 12中金呐、啊，大陆的中金喊赞呐、啊。昨天特别告诉你里面的内容，可以去看一下。导播如果可以的话，稍微近一点。大陆民众对 iPhone 12预购热情超乎预期，所以呢，官网一度宕机，太多人上网订购了嘛，宕掉哎。当掉哎、欸，你就知道那个预购的情况相当的火热。那预购数量呢，年成长31%。iPhone 12的预购比 iPhone 11呢，成长了31%。所以呢，行情总是在你们莫名其妙悲观的时候诞生啦、啊。iPhone 12的销售量也在市场上普遍看不好的情况之下呢，真的卖得还不错啊。所以呢，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相关的瓶盖股。你要特别留意这种股价，康控其实我们之前做了好几趟，你看一下这是双底的一个架构啊，双底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架构啊，黄金右脚买点弧线了，形态突破了，今天你有买的，你是幸福的赢家、啊、哦，我只能这样跟你讲，所以未来一个投资组合的方向，其实庆老师能讲给你听的，多事先讲在前面，如果你还不会运用的，跟上来。盘中给你一个资讯，一定有价值。这样整理盘每天都有机会，是不是？今天的康控可以亮灯，今天的泰博可以亮灯，那上礼拜的加邦有没有亮灯？可不可以亮灯？每月营收年成长2位数字，九月营收今年度新高的加邦，天量攻击耶，领先大盘过高耶，对，将近18000张的成交量耶，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买？涨停板之后的打开，10:14啊，有没有跟你对价过？10:15你加11:25吗？直接试价买啊，
买得到吗？保证定成交啊！买完之后再度的锁涨停，12.45。16号冲高拉回平盘，为什么会拉回平盘？大盘跌77点呐、啊，不然它哪有低点让你上车？是不是？礼拜加邦又大涨6.6%，礼拜二加邦又大涨7.1%，今天加邦再创新高，有没有领先大盘冲出去呀、啊？从这个位置开始，这样上去有没有20%？哇不！所以不要去担心所谓的一个美国总统的一个大选对股市的影响到底如何又如何，你要懂得随势而转吧，你要懂得灵活运用嘛，随机应变嘛，如果行情真的不如预期，该走人就走人嘛，但是不要错失行情，难得第四届大作战行情目前正在展开，不要错失的清老师如此的用心的带会员的一个绩效所带给你的第四季大作战的利润。所以啊，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彩色精装版，简单易懂又实用，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一书在手，受用无穷。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868-365，0800-868-365。成都股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868-365，0800-868-365。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汽车尚能行驶，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一、全程注意安全；二、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三、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以标线为参考基准，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号志等一并摄入；四、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五、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人没事，车能动，自行拍照，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一个联发科早盘啊，这个位置我认为不太可能过72的高点，所以我今天的联发科站在卖方。之前8月份有利多，我也曾经卖过一趟，千金在外嘛，四大外资同步调升联发科一个猜测1000块。8月6号我卖739，对，很精彩啊。8月6号这个位置，这边呢、啊，两笔单的一个操作，101跟64加起来174块钱，当时候是利多，卖联发科，股价打下来来到8月18号，美国锻炼华为啊，祸及联发科嘛，利空啊，斗大的标题嘛，当时候股价在低档，来到51低阶啊，差了100多块钱呢，739有利多卖，8月20号有利空。51接，是不是差了100多块钱？没有错吧？两只脚的买点，接回的位置大概都在560。8月28号再给你一次，第二只脚的买点就在560。往上垫高之后，支撑来到594。所以呢，既然震荡整理完，还会再走高，560已经回不去了嘛，你只能买594啊。
9月9号跟9月4号逢低再度的承接594，那时候告诉你目标价没有到，还会再涨。10月7号有没有涨上去？这边都560啊，这边都594啊。对，为什么告诉你目标价还没有到？筹码是越来越漂亮，融资在低水位啊，所以呢560、594没有买的，633买，633再度的切入嘛。会员有先来后到，早一点参加了560可以买，晚一点参加了594可以买，再晚一点参加了633一样可以买，三笔单都会赚到钱。对，冲高来到722没有卖啊，没有错吧？三笔单大获全胜啊，只是说在整理一个过程，谢老师一样帮你追踪啊，他就在整理啊。昨天一样告诉你强势整理啊，早盘联发科表现没有如同我的预期会冲啊，所以9:17联发科700附近卖，今17分股价应该还在703，所以700一定卖得掉，会员不是卖在702就是703啊，700卖啊，当然价格是不是703？有没有卖对看收盘啊，收盘是691啊，最低是687啊，所以早盘有没有卖差了十几块钱啊，如果你是买十张的是差了十几万啊，这一通勾讯没有错吧，所以整个一个联发科的一个架构今天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交代，买560的今天703卖可以赚143，买594的今天703卖可以赚109，买633的今天卖也可以赚70块钱，如果三笔单都有买的可以赚几块钱，赚大概322块钱，同一档股票啊，哦，所以你看到金老师的一个操作绝对不是只有买一笔啊，也就是说会员的一个先来后到，金老师还是尽心尽力，只要一档股票明天会涨，下礼拜涨更凶，我就会带新会员做卡位的动作，而不是白白流失的股票未来那个大波段的一个利润，所以633这个位置谁敢买？对，谁敢买？照买不误啊！知道会涨，对，知道目标价还没有到，633当然可以买啊！633买的到今天703卖，一张70000，十张有700000啊，这最小的一笔单的利润嘛。所以整个联发科如何三笔单带进，今天如何带出的，谢老师再度展现一档股票完整的操作流程，其他分析师办得到吗？其他分析师把敢一档股票的买点跟卖点从头到尾啊，人讲的嘛，腾根根好你看嘛，很裸赤裸裸的呈现在你面前啊，其他分析师办得到吗？你跟的分析师办得到吗？对时对价这个分析师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办得到的一件事情，你说是不是？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啊，所以我常告诉你看节目要懂得看门道，不要随便去跟人家凑热闹，凑热闹人多的地方总是风险比较高嘛，所以呢该停利该卖就是卖啊，金老师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啊，今天早盘87点是卖星星啊，赚了20%嘛，就是因为9:30星星卖掉，10:10才有资金去买泰博嘛，啊，买在200亿之后不是亮灯，这样不是一档赚完再换一档吗？是不是？雍智科7月12号400亿告诉你要卖，差了148块钱，262接，高档卖低档接啊，那你们叫碎，262接尾之后横向整理，来到270，不太动，对不对？911那一天告诉你补量它就会冲，多么干净利落，讲完之后休息个两天，放个两天假，真的冲出去了，这难道是随便讲讲吗？这有几位分析师办得到这样的分析跟操作？汪孟黎9月11号的雍智科270啊，你知道它要冲吗？我们看出来它冲涨停来到297耶，这样不叫水，还不叫搞，冲涨停之后9月16号305卖，参加他除权息，所以还原前指309卖，这样一买一卖47块钱，落袋完之后回档修正，基本面依然如此的漂亮，把握低阶的机会啊，是不是？现在当然可以买啊，10月14号来到283，基本面依然大幅度成长嘛，支撑垫高还有高点，
十月十号收盘是283，今天庸资科呢已经来到292了，来到短波高了，未来还有没有高点？不要去猜，相信庆老师盘中给你的买卖点绝对是有价值，绝对是物超所值。第四季铁定是有大作战行情，不要杞人忧天。美国总统大选干卿何事？该来行情总是会来。希望明天开始跟着庆老师一起来对时对价。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在加入蔡老师行列，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彩色精装版，简单易懂又实用，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一书在手，受用无穷。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868-365，0800-868-365。成都股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868-365，0800-868-365。你想成为股市名师吗？陈乐股扩大征才，即将培育分析师，为投顾注入心血。本公司为正牌经营投顾，拥有自家财经电视台，让身为新人的你有发光舞台。下一个股市名师就是你。征才专线02-2781-2331，2781-2331。